我迄阵仔接触到煮菜，第一届煮吼七八人食，一直到十几年后煮哦百几个人食。但是有发现讲，上前讲的做善事无分大甲小哦，啊嘛是同款做甲真欢喜。我少年的时候就足爱煮食的啊，所以伫咧民国八十六年的时候受精了，都一直拢承担咱这个乡级干事。咱草屯联络处吼，若有大型的活动吼，啊，我拢会来遮，甲师姐因参详这个菜单。我来给煮一个鸡啦，因为大家拢讲啊，做鸡汤啊真好食嘛。用姜末吼落去炒，啊落去炒菜，啊，佫要煮一个迄个叫做黄豆卤那个海带。迄个是日本料理吼，变啊，互伊安尼煮起来，色香味俱全，佮有融入那个大自然的气息，迄个感觉，互大家人食甲真欢喜。啊，若看到大家人食甲真欢喜呢，我嘛拢感觉非常的欢喜。师姐，这一尾糖，啊哟，哎啊，这爱来家己放心啦。咱的商人拢甲咱讲吼，众生平等吼，啊，咱经着糖，咱嘛唔糖介伊。安尼这无洗农药的，真好。系啊。我深深体会到吼，众生是平等的哦。食素食不但会当予咱身体健康，佮会当予咱这個地球啊吼，软化的速度减慢落来。咱人啊会当发挥功能吼，这才是人生啦。啊，我若看到人食到人足快乐的吼，我就感觉我非常的快乐。